我是神舟十二号乘组航天员唐洪波。我2021年最珍贵的记忆，我圆了我的飞天梦。2021年的6月17号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向了太空，完成了3个月的太空之旅。我们飞船飞行在390公里左右的高度，92分钟左右呢就能绕地球一圈，每天都能经过祖国的上空。我也和我的战友一起，在太空的某一天，我们拍下了一张北京的夜景。那一刻，我们觉得离北京好近，离祖国好近。很多的科技人员，还有国家的这种富强啊，科技的进步，才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太空，探索宇宙。我心中充满了骄傲。我希望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，在迈向更深更远太空的同时，我也能飞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